各位好，我是永章，今天带各位来看一间非常漂亮的公寓。那在我的身后呢，是我们的屏东市胜利新村。那胜利新村呢，它也是我们台湾首座的大型以后园区。那经过我们屏东县政府的重新整建，那将整个胜利新村创造出一个非常浓厚文创气息的一个部落。那我们的这间公寓呢，它刚好是正向我们的胜利新村。那这个屋主呢，他非常用心，他在我们的两个房间，的这个花台呢，都有种这个玫瑰花，跟我们的这个外面的胜利新村做一个景观搭配，那堆叠出来的这种景观效果是非常独一无二的。那非常推荐给大家这间公寓，那我就带各位来看这间房子喽。